当时，无听爸母的教诲，人生的路莫踏错，偏偏选着一条失败路。为何这糊涂？耽误了前途，这款生活，这款的日子，想着流目屎。阿花的心思，谁人会当了解？阿花的心思，无讲无人会知。若无成功，绝对无转去；若无成功，绝对无倒转去。无成功，绝对无转去。若无成功，绝对无倒转去。